sait pas d'où vient un goût, un instinct. Personne ne vous l'apprend. Ce jour-là, tu as rencontré la gloire. Et depuis, elle et toi ne vous êtes plus quittés. Avec mes robes, avec mes dessins, j'essaie de m'exprimer, mais si on m'en empêche, je vais mourir. Le talent, tu l'as. Le reste, je m'en occupe. J'ai 4 collections par an, c'est toi qui vas les faire peut-être? J'en peux plus, je suis épuisé. Mais tout ça, tu l'as voulu. Yves, regarde-moi. Tu veux vivre ou tu veux mourir? Parce que si tu veux mourir, moi, je peux rien faire pour toi. Tu peux pas isoler Yves comme ça. Si je t'entoure de paravent, tout le monde va dire que je suis un tyran. La mode, ça n'est pas un art majeur. Non, ce n'est pas un art du tout, même. Mais pour la faire comme tu l'as fait, toi, il faut être un artiste. T'es un génie, Yves. Sans toi, il n'y aurait rien mieux. J'attendais tellement. Je pouvais que les décevoir. Quand on aime, on est en danger. Moi, c'est ça qui me plaît. 大家好，欢迎收看异想世界，我是张凯英。六月一号逝世满六周年纪念的圣罗兰是公认的时尚大师，今年法国影坛不约而同推出两部关于他的电影，时尚大师圣罗兰率先问世。今天异想世界很荣幸邀请到 L 国际中文版的总编辑卢淑芬为大家分享。总编辑你好，欢迎来到异想世界。凯英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总编辑，我们说时尚大师圣罗兰这部电影，其实它是用第二人称的口吻来铺陈的嘛。那第二人称是谁呢？就是他的事业伙伴跟他的人生伴侣皮耶巴日尔先生的口吻。那可不可以帮我们讲一下，就是圣罗兰先生这位就是我们的时尚大师是怎么样崛起的呢？其实他真的是一个天才型的设计师。他在18、19岁的时候参加一个服装设计比赛，当时竞争对象还包括了现在香奈儿的这个首席的创意总监 Karl Lagerfeld 先生。他在当时还打败了他，赢得了第一名。那时候他的才华就被巴黎一些时尚圈的人就很注意。那特别是 Dior 先生 ，Christian Dior 先生呢，就发掘了他的才华，就把他请到这个工作室里面来一起工作。那很快的，他就变成他的左右手了。那只是进入到这个Dior 时装屋。不到两年的时间，这个迪欧先生去世了。那他以很年轻、很年轻的年纪，在21岁就接手了这个迪欧时装屋的这个首席的这个设计总监的工作。那从此以后就变成荧幕，就是所有时尚圈里面最注目的一个，算是新星吧。对，那当然相对的，他的压力也就从此开始了。每半年就要做一次发表，然后对，就要面对这个时尚圈对他的接受或者是批评。那我想，对于一个21岁的年轻人来说，绝对是非常非常大的压力。那当然，这个他的这个创作的才华是不容置疑，不然他也不可能能够奠定下几十年的这个创作生涯里面很多很精彩的历史。对，其实巴吉尔先生他是毫不藏私的跟这个剧组分享所有的圣罗兰先生的手稿，对，就变成说这部电影是他唯一授权的电影。那可不可以帮我们多讲一下，就是圣罗兰先生他其实带给女装很根本性的改革，对不对？其实他进入到了这个时装屋，就是到迪奥的这个时装屋里面呢，其实除了这个 follow 这个迪奥先生，比如迪奥先生他在时装的这个时装线条上面的改革，就创造了很多新的历史，比如说 A line、H line、等等这些很崭新的这个服装线条。那其实圣罗兰先生他后来，比如说最著名的，也就是他第一个。就是他是第一个直接把男士们穿的这个西装直接放到女人的身上的这个设计。那后来呢，这个西装呢，他也帮他取了一个名字叫 The Smoking、对，就是这个烟管装。那后来也变成就是女人穿着西装也可以去参加任何各式各样的正式场合。那除此之外，他在60、70年代的时候，他也把比如说像是猎装 Safari， 因为他是在非洲长大的嘛，出生的，所以他把他小时候的那些印象和色彩的感觉全部也都摆到他的这个 Safari 的创作里面。那甚至呢也带着一点军装的味道，所以这是也是一个很有点带点男性化的这个味道的这样子的设计。那也曾经有人就讲说，如果假设像香奈儿女士给了女人自由，那
圣罗兰先生就是给了女人权威和力量，好，就是象征，因为他们一样，同时都是有运用一些些男装上面的元素放到女装的设计里面来，可是表达的方式却完全不同。哦，我就是带给了女人权威跟力量，对，他直接就把男人的就是原来属于男人的装束直接摆到女人的身上，而且那么理所当然。所以像是很知名的法国女星凯撒琳·丹妮芙，她也常常会穿着 the smoking， 就是那个烟管装，出现在各式各样的场合。他们生前也都是很要好的朋友。对，我们在很多国际影展就看到很多法国女星都会穿着就是男装的很合身的很漂亮的西装，对，就是比其他的女星都还要更美。对，没错没错。可是刚刚总编辑讲到说，她除了为了就是为女装带来基本上的革命，其实她也用了很多艺术的元素，对不对？对，没错。其实像是像是她，你在她的这个。就是在电影里面你也看到他利用了那个怎么讲，那个色块的那个艺术几何学，对，几何学的那些色块的，对，蒙特里安的这个艺术的概念直接摆到他的设计里面去，直接把它变成就是艺术本来是摆在艺廊里面，摆在 museum 里面，可他直接把它摆到人的身上，摆到女装的设计里面去，变成一个生活上面、行动上面可以直接执行的艺术。那在当时也是创下了一个很大很大的革命，就是让大家没有想到说，居然艺术的灵感可以直接转化成时装的元素，所以在当时也创造了很大很大的话题。Pierre Bourdieu 他先生原先是 art dealer 嘛，是一个就是艺术的拍卖家。对，他说时尚不是一门艺术，但是还是需要艺术家的存在。那圣罗兰先生就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我不知道说总编辑同不同意说，他说就是时尚其实不代表艺术，端看我们对于艺术的定义是什么了。因为其实就现在的时空来说，我觉得艺术是随时都存在。那艺术的演变的这个各式各样的形式也更多了，行动艺术都可能成为一门艺术。所以你说时尚能不能是属于艺术的一部分，我觉得真的就是看一开始在谈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对于艺术的定义是什么。对，那我觉得但是简单来说，我觉得时尚时装它绝对是一门必须要集合了各式各样的这个创意以及这个技法，才很高难度的技法才能完成的一个很难的一个创作方式了，因为它结合了布料，对，它结合了剪裁，对，那还结合了就是在身体上面呈现的这样立体的想法。好，那还有同时你要对应这个时代，因为这是女人或者是说人类在这个真实的时空里面会不停的穿着它在这个时空里面移动的真实的存在的一样这样子的创作，所以我觉得它其实是很难的一门创作。所以我们刚刚也稍微谈到了，就是所谓有关的就是 ready to wear， 就是成衣，流行成衣跟高级定制服是很不一样概念的东西。总编辑可不可以帮我们多讲一点？好，那其实我想所谓的成衣大家就比较容易能够想象，就是说你到店里面去，你只要你喜欢这个样子，你喜欢这款式，然后它你可以找到符合你的尺寸，你套上去你可以直接就买单，这叫做成衣 ready to wear， 法文叫做 prêt-à-porter。 那所谓的高级定制服呢，它就完全不是这样子的形式了。它当你在秀的发表之后，客人是看到这个喜欢的款式，设计师在针对你的身材重新量身定制，重新细节细微的根据你的身材、你的高度，所有这个不一样的这个细微的调整，再重新去量身定制出来。所以一件高级定制服，你看到他喜欢，到你能够真的拿到它，就不要说账单的金额了，就随便都是，比如说十万欧元以上起跳的，随便就是这样子的价格。这我们账单先不谈，但是就你要拿到这件属于你的高级定制服，最起码你就要跟这设计师见三次面。第一次你要量身，第二次你要试装，就是他先用假缝的方式帮你先简单的就是先把它固定起来，然后你套上去之后看看有没有需要修改的地方，修改完然后需要当场调整之后，修改完之后进入缝制的阶段，缝制完之后你必
在最做最后的定妆试穿，那所以你至少就要跟设计师见三次面、嗯、对。但如果说你是非常喜欢这个设计师的话，那付出这样子的账单应该也很值得，因为你可以跟他见三次面真的很划算。对，真的也很划算、嗯、对，没错、嗯、那高级定制服的难度，我们刚刚前面在聊到，就是说以在时装的领域里面来讲，如果假设我们把它比喻成爬山好了，如果你是一个热爱爬山的人，那就是各式各样的山，那就是好烦，就是你都可以去爬。但是高级定制服之余，就是我们拿爬山来做比喻，那就是像攀登高那个喜马拉雅山峰一样，它是最高难度，也是说在制作工艺各方面，其实是对设计师而言都是最顶尖的挑战。它似乎只有在要被皮尔巴爵先生往台前一推出去的时候，去谢幕的时候，他才会笑。多数时间他很少看到他有笑容。嗯，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创作者内心里面一个很真实的脆弱吧。我觉得这部电影把它刻画得很好。